我打陆难，我真的觉得司马懿挺简单的，这种两刀两刀，是吧？但这一把的确砍他们有点烦，因为对面保人能力有点强，我开始有点小慌，好吧？这把我稍微有点慌啊。这转眼就来到了11点钟，我今天没怎么赢呢。突然有点 emo 了，兄弟们，太难了，都已经把我要打哭了。不是大哥，我觉得你打错人了呀。晕到了啊！一技能扫他。啊哈！啊哈！这什么？吕布被杀了。你觉得我过去两刀，我能把这个露娜给捡到吗？还行，我反了露娜一个红，他打得太慢了。怎么少砍一刀？快嘎嘎刷！哦，这里我想快速把我的红给拿了，然后再去反他的蓝，应该时间是够的。我们捏一手惩戒，告诉队友我要进蓝了。我们来支棱一手，哇，吸不回来呀！这看这个蓝没返程，他上去掉了好多血。再去反个红，敢不敢？算了吧，再过去反有点离谱了。啊，他怎么不下来呀？这么逗的吧？这个红就给我了。这露娜人真好。还拿到了，你这这露娜要疯了。怎么说啊？我要有本血书就好了，我这个红可以给了，其实
给他给他，让他也玩一玩。哎，惩戒没按出来呀，我就下路带线了，我吃点经济，不然不好打。我吓一跳，我以为他开大要来找我了。呀呵，你这个跑车！下路现代。OK， 我知道。这把还挺烦的，不是特别好打。都已经宰完了。这露娜好像一直没拿过我红了。我应该连着能把他打死。露娜有没有动静？露娜没动静，继续刷吧。别怕，我在。我又忘记按惩戒了，你可真……哎，刘邦跑可真快。到了到了到了，我这次再逞到了吧你啊，跑个的，我先跑一段路，回头再一战。去上路吧，两刀没了，快乐起来了，兄弟们。真打，往这个草里面打了，虽然打了个寂寞，能操作他一手吗？哇，高渐离开着大招过来了，这不能浪。
等第二波再进去，他死了，拉一下走位，站一个槽里面，还是需要我队友去上面吃伤害，然后再打。这波好像可以打呀，哇，这太爽了呀，兄弟们，两刀解决战斗了。这高渐离我打他打不了，他开大跟我对着阵，我试过打得挺痛苦的。还是要等，哎呀，痛痛痛痛痛！这么牛吗你？啊，还没死啊！我来，我来！啊，他这……太逗了吧！他怎么一个人冲过来送个？没砍到他，无情三刀，兄弟们。这太快乐了，当你有这个装备的时候，见人两刀都顶不住啊。再没出魔抗，去拿个蓝吧。他想闪现追我，笑，还追，怕不怕？他闪现，他想闪现追我的大，这个因为打气到了。
这好像有点大吧，这个人。哎，完了！哎，怎么没有全完呢？哇，我的最后一刀我还能砍回来这么多血，太假了！这不扛着塔这样砍？嗯，司马懿后面的伤害真的是离谱啊！他们不做魔女真的是玩不了。太顶了，感觉司马懿挺简单的，挺好玩的，兄弟们。梦魇狩猎加心眼，简单一点，梦魇狩猎加心眼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